哎呦，快看快看，还真是娘的猫眼啊！快看快看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事儿啊！哎，姐们，大力大力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，啊，真神了哈！安平平路，四平五平，当心老闹，安平老闹，你你啊！哎呀呀！多谢老母，弟子明白。哎呀，姐，哎呀，姐，姐，老母。说什么了？老母说了，鼓楼冒烟，共产党要颠儿啊！哎，不下星下凡吗？这怎么可能就对呀、啊？不能够吧？怎么就不能够呢？啊！当年李自成凶不凶啊？人多势众的，把皇上都给逼死了，最后怎么的？不也灰溜溜走了吗？这北平是什么地儿啊？虎踞龙盘的地方。那共产党是杀星，但是他没有福气做江山。那鼓楼秘密冒的那烟是什么呀？那都是共产党的精气神儿，让玉皇大帝唰嗖全都给吸走了，还不知道吧？江那边国军马上就打过来了，跟共产党的人全都得遭殃。哎呦，可真是啊，人算不如天算呢。我怎么办呀，金爷？金爷，怎么样了？早撑不住了，哭着喊着要找，那我能让他找吗？想着就找啊，就等你来了。走，哎。队长，啥活了？这，我找，我全找，我求求你们，别让我蹲着了，我实在蹲不下去了。招是吧？啊，行，招招招，就跟你说的啊，招一个字儿不对，再蹲三天，听着没有？好，说，我叫刘兰涛。这刘兰涛啊，是特别行动组的组长，他跟山河也没见过面，他们之间的联络全靠电台，啊，假投降啊、涉湖啊，都是通过电台联络。在福瑞汽车行和刘兰涛的住处啊，也没发现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，就是一些电台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些武器，说是给这个什么飞鹰行动组预备的，等着他们来取呢。这个组啊，是归二厅直接指挥。不过有一个事儿，后来一想挺可怕的。那天去福瑞汽车行的时候啊，飞鹰行动组就在那设伏呢。得亏大力哥及时把我叫出来，要不然啊悬了。哎，当时是感觉啊有点不对，但是粗心了，粗心了。那你觉得这个你说的那个飞鹰行动组，嗯，有没有可能再去取武器去？我觉得应该不会，那天动静挺大的，而我在那儿安排两个监视哨，一会儿我过去看看去啊。线索就断了，这。哎，有根儿，嗯，我出院得了，走。哎，我说你这人干嘛呢？你这刚做完手术，怎么要下床呢？没，我是上。天有根儿，这不是你们单位，你能不能不要跑到医院来跟他谈工作？现在要休息，赶紧出去。出去。郑大夫，你说你这漂漂亮亮、年纪轻轻、白白嫩嫩的，你这哎总板着个脸，你会不会笑啊？对人和善点，你看你这皱纹都出来了，这样老得快，你担心嫁不出去吗？哟，我发现你这个人操心的事儿还挺多的，我嫁不嫁得出去关你什么事儿啊？请你出去，不要妨碍我工作。老孙大哥，您自己留在这儿吃苦吧。我不陪你了。哦，好。行，
说这个人油嘴滑舌，哪里像个警察呀？完全就是个流氓混混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局能招这样的人？你别跟他斗嘴，你哪斗得过他呀？哎，等，等等，我得还你钱。上次那面钱你给点了。行了，不用还了。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，以后再遇到事情不能太着急冲动，要三思而后行，知道吗？不，但是钱你还是得拿着。真不用，等你好了请我吃饭吧。可以。那你先休息吧。好。那你说，你吓死我了！你吓我一跳，你也不说一声。行行，我躲你远点。哎呀，你又把你这些宝贝给折腾出来干啥呀？你也不怕被人看见？抱着他们呢，你还唉声叹气的？你懂个屁！我告诉你，自打共产党进了城，我这心呢就没踏实过。费了多大劲呢，这才摸出他们的脾气来。哎，请了这么个门神，这心呢才算落了地。可谁想到，今儿让金爷这么一说，把这心又悬起来。哎，你说这共产党要真颠了，这时局不还得乱呢？你说咱们这些宝贝可怎么办呢？这都是当年皇上赏给咱们家的，有点什么三长两短的，对不起祖宗啊。那要实在不行，那咱就挪个地儿。挪哪儿去？去香港。前些日子我堂兄托人捎话来了，他已经在那边站稳脚跟了，咱把这小院给卖了，再把这些宝贝给带过去，那踏踏实实的在那边过下半辈子，省得在这儿担惊受怕的。可你自个儿看看，这这么些的宝贝，怎么带？是，这是挺愁人的。在这小院住了这么多年，要是真走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你说这金爷说话可靠，我看那人咋咋呼呼的，就不像个干正经事儿的主。你不是也不信什么神呐、道啊的？哟，可现在饶氏的都嚷嚷动了，不由得你不信呐。那你说咱这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。行了行了，姑奶奶，你就别跟我这念叨了。行行行行，我走不走？明天呢，我去看看孙同志去，听说他受伤了。正好探探口风。对了，家里头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没？那我明儿去伊利买点点心吧，现在不是都是流行这洋东西吗？行行行，明儿一早上就去啊。行，放着放着。哎，这可没事，这都小心，赶紧去吧，关门。大力呀，又敲上了，哟，关爷，哟，您这是出去串门去啊？嗨，这不是孙同志住院了吗？这街里街坊住着，看看去。哟，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去啊？应该啊，应该去啊。可是我也没什么东西准备的。嗨，我这不准备了吗？一样啊，啊？那不行，那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心到了就行了。走吧。哎，您等我会儿啊。我其实啊，有点好东西。啊。